等一下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咸派。
的小番薯跟虾子的鲜味。台湾纯粹暖男呢。对啊。我应该来点，我应该来点。这个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焗烤焗烤，里面都是小番薯，然后用那个玉米酱，还是玉米酱。那个韭菜白薯来做凉拌也蛮好吃的，也好漂亮。我已经饥肠辘辘的，好有特色。谢谢。三块吗？是，我带三只。加到三只是不是？是，三只媳妇。是。怎么样？还适应他三只的生活吗？好，非常漂亮哈。谢谢。都很热啊，吃冰点过瘾，赞，好吃哎，是甜的吗？没错，茭白笋套餐的，还有这个腌制的古早味，爱心软骨，这个比较保存时间的，因为它水分很多，对呀，哎，一个礼拜哈，哎，要不它要不容易，哎，谁给我拿够不够？没有用，自己蜂起来，对，蜜蜂自己酿。精酿的腌制茭白笋，哇，非常好吃。没人用，那几罐几罐。好，我来让你们一杯。多厉害，快来靠过来哦。哈哈哈哈哈，好，我们比较特殊，比较特别的。特别的，因为感恩节的关系哈，我们就是用不是火鸡哦，是春鸡。把茭白笋晒在它肚子里面，好不好玩？对，没有去神山公园，现在有包，三岁小朋友都会吃那个两串，所以它会吸那个汁进去的。在哪？名片。还有妈妈、爸爸有没有做？爸爸有，妈妈没有。那你跟爸爸有？哎，我今天不忙，这是跟奶奶。就知道为什么到三只水车茭白笋节我们办了跟谢老师卖了一个关子哦。我们这边的水魔术呢，想知道的请参加这一次的茭白笋节。非常期待把水保全到吗？对。哦，哇，你好厉害！哇，不够，来再来一次。不够，再来一次。透明的，对对，到这边变颜色了。耶，再来呢？可是为什么会？对哦，要知道为什么要到三只的脚。所以当天会用小白色的眼镜，这个要多久啊？这边一个，如果小朋友 DIY 的话，大概五分钟。这个啊，这一只是台湾喜鹊。变成这样，来示范给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茭白笋的纤维。嗯，那你现在拿什么东西下去捞？这个是道具，超纸筐，超纸筐。对，因为那个如果加很多水的话，就不会那么稠。然后如果加很少水的话，它就会变得比较多纤维。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水沥干之后，我们就把它拿来这里，然后把它倒下去，然后再用海绵把这些水吸干。好厉害！老师怎么可以教出这么棒的学生啊？是我们一到六年级都有课程啊，一贯的。哇，一次就成功，好厉害！如果有泡泡的话，我们再用这个把它戳起来，因为那个泡泡就是空气，那我们要用这个把它戳起来。好了以后就。